想袂到你有遮尼大个好功夫啊！对啊，我来请教问你，你今年几岁咧？哦，我几岁啊？你唔免知啊，我已经哦，我的年岁哦，你讲啦，要讲少岁嘛，足少岁；要讲足侪岁嘛，足侪岁。啊，你是啊？啊我你讲哦，你唔好讲对啊！你若对去哦，你代表会三分失常。这话是为着讲起，听我讲无唔对，你是安奈甲因相台？因为伊起表我阁无灵，阮不讲你女进讲，因却无话讲，所以引起失机哦。你拢误会啊！这个原因我知影，敢若恁拢唔知。就是这话得有差，你说有差，对。离阮金国所在，百姓安民，大家乐居乐业，哪有来的差呢？这个差是伫个中原，这个差是伫个恁的国中，你爱知影哦。恁国有出来差，因为恁的国王拢会派这个人讲。我要进国去倒位，你著甲我这个讲礼是去倒位，对无？啊，这个进国的这个人，我这个讲礼无提来中原，伊怎甲吞落去？啊，人中原拢会准备要来卖讲礼，我讲礼嘛是去予接到，去予接到，伊嘛搁提予恁国哦，伊嘛搁甲带落去，下下几落地啊？恁国嘛唔知。中原的国王也不知道，你路上的某也不知道，所以才会生气当干哥。原来如此。嘿。小孩童啊。啊。你讲的话我是半信半疑。嘿。你所说的赖贼，到底是好人的啦？赖贼是伫个恁讲的，我即摆若讲出来，你敢敢办？这是规划不搁错的，但是绝对一定是照办事务。要怎办哦？当然。要安怎甲联系？我，若我抓到，我一定哦，要甲伊千刀万剐。哦。不是一声就予伊死。我要予死。一刀一刀，刀刀我甲伊抓。就甲伊规身躯碎糊糊。哦，啊那好，你有胆量，那安尼这个国的人哦，这个村的人，我要甲你讲啊。小水，你要徛好在哦，你莫惊着哦。这不是别人，因为恁的国已经真大，搁再第二大就是恁红宝区。你哪区啊？我的红宝区。哎，你说当真？真的。不过，何姑姑，你像是真中爱国，为何会做出一款的事情呢？因为恁老母有心内有诈，伊想讲我互恁老爸伫咧管，伊就唔甘愿。伊所得，伊就暗中伫咧招一群马，食你的，食恁的贡礼，食中原的贡礼，自食贡礼的物件，所得贩卖招工买马，买来霸恁的江山。若要把恁的江山含中原，你嘛要甲吞落去。所以恁阿父啊，你无法度好办。原来你若甲办，伊嘛唔讲，伊没有心机。对。哦，好。啊，你讲我怎办？你说一遍。嘿。我回国了后，我一定会做对面问我上帝。你敢问伊唔讲？伊就甲你讲，我无，我无，我无。你放心。本公子既然我都出征而来，便有迄个知识来对待。你放心，你万免甲伊用紧张的，啊万免甲伊用想的。你即摆讲，我父啊，你来我办酒互你吃，啊着办酒互吃。酒一直甲灌，一直甲灌，啊伊个人爱放心。烧酒若啉落去，爱放心啊，伊着什么代志拢全讲出来。啊！伊若拢总讲讲出来，拢吐吐出来，你都有收入啊！啊，你若有收入，你就会怎甲办啊？想袂到，小孩童啊，你小小年纪，竟然有这款的智慧，我真钦佩你，感谢你今仔日甲我讲出这内底内幕。好啊，我就是要讲
送去太平。